尽茫茫天涯路，曾经迷惘，曾经失落，唱来唱往，岁岁年年，时来的残灰无言的忍耐，流尽多少心。听到，混蛋你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们笑什么？你们是哪个学校的？我们是东中的迎新班。哦，我这是来当你们东中的老师的呢。都是他们去，不要再为难我，让我走，好不好？老师，同学们渐渐希望老师不要走。我不能不走。为什么一定要走嘛？难道老师也认为我们三年丙班的学生是留级班、放牛班，坏的每一个人都无可救药？所以老师不要我们，要抛弃我们。老师，是不是不要我们，要抛弃你们？老师实在是心疼。老师，
为了马赛克，徐小昭，我每个都一样很心痛。相处了两年，在这接近一千个日子里，我们共聚一堂，共欢笑，也共哀愁。如今座位上突然失去了他们两个的踪影，老师，我每个人的心里何尝不难过？克林，不要再说了，老师求，不要再说了。不，我要说，我一定要说。同学们都期望着老师能够带领我们毕业，光荣地踏出学校大门，将来在社会上，每一个人都能出人头地，做个有用的人。老师这么对，老师心里深处一阵阵的悸动，痛得我都快撑不下去。老师说的是真话，老师实在没有办法，陪着你们到毕业的那一天。老师一定要走，先压过我再走。邱正辉，你起来。不，老师如果不压过我，我们就不让你走。我是班长。我代表同学的心，你要走，就先压过我们两个人。李老师，克林，先让李老师回去吧，乖，听校长的话。静一静，李老师也一定了解你们的心意，只是他身上还带着伤，身体还没有复原，你们也该让他静静的休养休养，对不对？校长，我们不要他走。我不让他走，我不让他走。你们放心，这样一位好老师，学校不会的轻易的放弃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再挽留他，不会让他走的。校长，只要你把李老师留下来，要记我大过还是要开除我都没有关系。邱正辉，开不开除你，要不要记你大过，我想我暂时不做决定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李老师还要不要你，一切等他来决定。你哭什么？你看看你这副懦弱的样子，
一点都不像拿过扁钻的人。阿君，我要走，谁也拦不住。我不要你走，我不要你走。你真的要走？难道这里一点都没有让你留恋的地方吗？阿辉呀，啊，才两天不去学校上课，啊，见到吴主任也不会敬礼呀。吴主任，邱正辉，你这两天为什么没到学校去上学啊？你知不知道，旷课超过时数是要退学的。
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上学，也不请假？邱正辉，你为什么不回答呢？阿辉呀，哎，你这个孩子，哎，吴主任在问你话，你怎么不回答？我，主任，校长说过，一切等李老师来决定。现在李老师走了，不要我了，那学校也一定不会要我，我还不如自动退学算了。哎，邱先生，你同意你儿子的做法吗？我不同意也没有办法，哎，我辩不过他，哎，他强词夺理啊！再说我也不能说拿着刀子架在他脖子上，叫他去上学啊。爸，就算你真的拿着刀子架在我脖子上，我也不会去的。邱正辉，如果学校不开除你，你也不愿意回学校念书吗？我不敢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李老师的手都是我引起的，现在我成了我们全班的公敌，同学们不会原谅我的，我去了很可能会被他们打死。你想得太严重了，明天起你还是回学校去。至于李老师嘛，校长一定会想办法请他回来的。各位同学，邱正辉说他有话跟大家说。我们不要听。邱正辉，你大声一点说。对不起，都是我把李老师给气走的。林少来，你把老师气走了，光说句对不起就行了吗？赵文贵，你伤害军之马，扫把星无关心。赵辉死完了，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你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邱正辉，你要到哪儿去？主任，我。各位同学，现在邱正辉既然知道错了，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原谅他这一次，好吗？各位同学，在他人干架的事，我也有份，你们要怪，我也有份。狗熊，我是握手，你不必想出头。同学们如果不原谅我，要处罚我、修理我，我都情愿接受。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你们都能上来，每人用力打我一拳，一拳不够，还得打两拳、三拳，打到你们气消为止。你在算什么嘛？小乌龟他哭着求你们，你们为什么不能原谅他？为什么？杀人不过头点地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好了，大家通通坐好，听我说几句话。不要哭，你们不要哭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大家都不要哭了。你们静静地听我说句话。现在月考就要到了，只要你们把成绩考得很理想，我相信我们的校长一定会亲自到澎湖去把李老师给请回来。为了李老师，你们一定要加油，知道吗？邱正辉，你也不要哭了。为了李老师，你们一定要加油，你们知道吗？
拜托你不要吵，让我好好念一下书好不好？还不赶快去睡觉！你再耍赖，我就要打你了。哥，你躲在那里干什么？快进去睡觉了。哥。哥，你不要这样怕了，我不是有意要吓唬你的，实在是这一次考试非常的重要，你不要吵，乖乖的让我念一念书好不好？可以这样的，你们班上不是大家约法三章，要拼出一个好成绩来给李老师看，你怎么可以因为一个人而影响到全班的期望呢？快起来，不要做班上的害群之马。好了，别再胡思乱想了。妈不是答应过你，不反对你跟珊珊的事情吗？只要你跟珊珊有缘，我相信有一天，她会回来找你。我自己泡就好了嘛。已经泡好了嘛。你上夜工回来一定累了，快去洗个澡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明天起呀，你跟厂里请几天假，等考完试再去上工吧。小乌龟，你什么意思？别管我。喂。哦，啊，你等一下啊。丽美，丽美，电话。哦，妈，谁打来的？宋玉萍。丽美，你快来啊！小乌龟不在家，温习功课，跑到弹子房来玩，我怎么说他都没有用。小乌龟，全班同学才刚刚原谅你，你又让我们大家生气啊！小乌龟，你听见没有？我家里一天到晚打牌，吵到我没办法看书了。你把心平静下来，当作没有麻将声，就可以看书啦。我办不到。你一定要办到。我办不到，办不到，办不到！对不起。
我不应该打你，小乌龟。我求你，你赶快回家去温习功课，只有用考试的成绩，才能够挽回老师的心。 先生，请问李文川住在哪里？你找李老师啊，他就住在那里啊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校长，真不好意思，为了文川的事情，还麻烦你大老远的跑来，实在是不敢当。哪里哪里，应该的。李老师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那就不一定了。 文川这一次从台湾回来，就一直闷闷不乐的样子，问他什么也不肯说，每天光坐在海边望着大海发呆。不到天黑，他是不会回来的。哦，校长，文川在台湾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怎么，李老师没有跟你提起？没有啊，他什么也没说。 他只说他累了，向学校请了2个礼拜的假，回家来休息休息。可是我看他每天都躲在房间里嘀嘀咕咕的，好像跟学生讲话似的，跟神经病一样，一讲就讲到3更半夜。我真担心他会不会受了什么刺激啊。 校长，每天对着大海，广阔无垠，心情也一定舒畅了许多了吧？我是来报告你一个好消息的。这次月考，3年丙班不负你的期望，得到了全校的第3名。这是你努力循循善诱、教诲不倦的功劳。 你离开学校，邱正辉一直自责，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很痛苦。同学们也因为你的离开而不谅解他。徐小昭变得更沉默寡言了，不知道他心里边在想些什么。 还有赖瑞明、赵炳生、王伟、陈志培，他们都需要像你这样的一位老师去支持他们，去开导他们。
你下了那么大的决心，用了那么大的毅力，铁窗苦读，考上了师大，又进了研制院，毕了业，你为的是什么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的志愿是什么？难道就这么晃一晃，教几个月的书算数了，罢休了？你经不起考验，你没志气。我不是我。你逃避现实，你不敢面对现实，你是懦夫。我不是。你对学生没有耐心，也表示你对学生没有爱心。不是，不是。你对我说你会一辈子守着教书的岗位，你说谎，你失言，你欺骗了我，你也欺骗了你自己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这也没有，那也没有，那么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什么？你明知道我打那么老远到澎湖来是为了什么？你明知道我对你的期望，你也明知道学什么需要你。每天浪费时间做着听海浪的声音，我告诉你，海浪声永远也掩盖不了学生悲痛的呼唤，李老师的哭声。这件声带是学生们用无数的热泪求我无论如何要交到你的手里，拿去听还是不听，回学校还是不回学校，仔细想想。文川，吃饭了。妈，我吃不下。是不是人不舒服啊？校长去海边找你，怎么跟你说的？他是不是催你赶快回学校去啊？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？我已经辞职，根本不会学校去。你这孩子从小就这么固执。我是邱正辉，本来轮不到我第一个说话，可是他们一致决议要我先说，我只好说了。我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因为我是罪魁祸首，老师是因为我才离开学校的。老师，我知道就算我说上100遍、1000遍、10000遍的对不起，也换不回老师的心，可是我还是要说。老师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全班同学，我害他们失去老师的看护和教导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老师，我是柯丽美，我代表全班同学向你报告一个最好的消息。这一次月考，我们班终于拿到全校第三名。你听见这个消息，高兴不高兴？老师，我们这次全部是凭真材实料考的哦，没有一个人作弊。老师，我叫范淑欣，为了这次考试，我 K 出 K 掉的体重2公斤，不过也值得。老师，我是苏美如，我这次考试虽然还是考得不好，可是你说过的，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了，我已经尽力了，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老师，我是曾淑娟，我进步了耶，总平均81分，英文还得了95分呢。老师，我叫刘新珍，我也进步了，只有一科不及格，下次我会再努力。老师，我们等着你带我们去阿里山。老师，你什么时候再回来教我们？老师，你不在，同学们都失去往日的欢笑，教室里的空气好沉闷哦。老师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校长和吴主任轮流来带我们的课，可是我们还是喜欢上你的课。老师，告诉你个小秘密，吴铁面现在已经不是吴铁面了，他居然还会说笑话，可是一点都不好笑。老师，你给我们的爱，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。老师，我是赖瑞明，没有你的教导，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未来的岁月。老师，我是王伟，你快回来吧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跟人打架了。我是赵炳生，老师，你不会因为我是查拉干不要我吧？全班的同学没有一个不哭的在呼唤你。老师，我叫陈志培，请你回来吧。老师，我们都好想念你，希望你早点回来，不要让我们像一群无依无靠的孤儿。老师，回来吧，老师。妈，妈，妈。妈，你睡了没有？几点了？你怎么还不睡嘞？哦，2点。妈，对不起，把你吵醒了啊。没关系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看你迫不及待的样子。妈，我决定明天一大早回台湾。是不是回学校去啊？是不是楼上的房子已经租给别人了？那我另外再去找房子好了。回来，房子还是空的，你随时可以来住。不过，你只能住到下个月，下个月我就到美国去了。美国？嗯。我弟弟又打了好几个长途电话来催我，我昨天才答应他的。要是你早一天回来就好了啦。进来啊，才离开几天就不认得路了，还要我带你上楼啊？
姐，我走了以后，国栋去了哪里？你一来就关心别人，为什么不关心我刚跟你说的话？我说的都是真的啦。我决定把这个房子卖了，在我走之前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房东来照顾你。你这个人啊，满脑子都是学生啊，对自己的生活起居一点都不知道安排。如果没有一个人在旁边照顾你啊，你非饿死累死不可了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嫌我唠叨，没办法，我天生就这个脾气。我走了之后，就不会再有人跟你啰嗦了，这样也好，你可以清静清静。老师知道你们想我，我何曾不想你们呢？再放心，我每天呆呆地在海边，遥望着大海，脑子里尽是你们的影子，耳朵里全是你们的声音。虽然我们相识的日子不久，可是，在我的心里，已经和你们割舍不开。你们的方向就是我的方向，你们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。我不陪着你们毕业，不看着你们光荣的踏出学校考上大学，再怎么说我也是担心，所以我回来了。我回来履行我对你们许下的诺言，回来履行我对我自己许下的愿望。这是月考，老师不在，你们还有这么好的成绩，老师非常高兴。这可证明我们三年丙班并不是无可救药的一班，三年丙班是最优秀、最可爱、最有荣誉感的一班。为了奖励大家的努力，同时也是我曾经答应过你们的，这个礼拜天一起上阿里山。一听他们要去，让他们去好了，我会留下来陪你。邱正辉，老师，你常来看马赛克吗？嗯，每隔两天来一次。老师，礼拜六的郊游，我可以不去吗？为什么？大家难得有机会一起出去玩玩，你有不去的理由吗？是不是为了马赛克？嗯，马赛克最喜欢郊游的，本来他也有机会参加，可是现在我要留下来陪他。你对同学也有情，老师很感动。马赛克地下有知，他一定也很高兴有你这么一个很讲义气的朋友。不，我才不够义气，我不配做马赛克的朋友。我害他丢了性命，我害他年纪轻轻就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害他不能跟大家一起去郊游，我害他，我害他！正辉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这样折磨自己，马赛克也不能再活过来了，反而还让很多关心你的人为你操心，你这样子做对吗？你应该坚强起来，
为马赛克好好的活下去。礼拜六，照计划，跟大家好好去玩，不要再钻牛角尖了。好，老师还要去看看徐小赵，你愿意陪老师去一趟吗？一点了吗？什么时候可以出院？要不要老师以后每天到医院来帮你补习两个钟头的功课，免得叫请人太久把学业都放废了。如果学两个钟头太久太累，那么改一个小时也可以，我们明天开始好不好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老师这么好声好气在跟你说话，你干嘛不理也不睬的？难道老师来看你还看错了？正辉，不要这样子，快放手。老师，我看不惯他这个鸟样子，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老师呢？邱正辉，小昭心情不好，我不会跟他计较的。哼，心情不好，谁心情好了？哭，你哭什么哭啊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你哭什么啊？小赵，是不是伤口痛？不是，老师，我心里好难过，我好恨，为什么我就那么倒霉？为什么人家都可以高高兴兴的去郊游去玩，我偏偏要躺在这里受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知道我们要去阿里山？嗯，王维刚刚来过，是他告诉我。老师，我以后是不是永远永远也不能爬山、郊游了？谁说的？谁说你以后永远都不能爬山、郊游了？用不着谁说，我自己心里明白，我断了一条腿啊。谁说断了一条腿的人就应该放弃全部的人生？你还有一条腿，一双手，一个健全的大脑，只要你愿意，不要说是阿里山，就是喜马拉雅山，你也一样可以征服啊。真的吗？老师，我真的能吗？能，当然能，只要你有信心，一定能。麻雀，对不起，都是我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去去去，是要听你说这些。到阿里山记得多拍点照片带给我，可不许你偷懒。嗯。赵炳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门口等很久了。为什么不到里面坐呢？哦，不用了，我是来向老师报告的。阿里山我不能去了。为什么？不是都已经决定好了吗？哦，因为临时有点事。什么事情？你是不是怕你妈妈一个人在家里没人照顾？这也是原因之一。没有关系，我可以请阿静小姐去帮忙你照顾妈妈，你安心的跟同学一起去玩。不不，我还是不能一起去。哦，如果是理会的问题，你放心，老师会替你先点出来的。不不，老师，不是的，我是有更重要的理由。什么更重要的理由？能不能说出来让老师听听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刚才回到家里
收到嘉义监狱来的一封信。嘉义监狱是不是你爸爸写的？我爸从来不写信给我的，信是监狱方面写的，他们通知我礼拜六我爸爸出狱，所以我想礼拜六那天到嘉义去接他。赵本山，恭喜你了，你们母子哭得了那么久，总算可以一家团圆了。嗯，我爸妈也这么说，所以礼拜六去接你爸爸要紧，反正跟同学一起玩的机会以后还有。谢谢老师，祝大家玩得愉快。为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才见到面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是不是你根本不爱我？你只是耍着我玩。志培，你不要冲动，听我说。好，你说。志培，我当然是爱你的。骗人。那你打算就在碧云寺做一辈子和尚啊？我不够资格，老师父还只是把我当实习和尚看待。来到了这个世界。